我真的很少出现这个素颜在 YouTube 上面，要脱衣服吗？不用不用，不性感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局外跟风，我是 Judy Chow， 我是风。大家看到我们就知道 L 的 Makeover 改造计划第二弹来喽，所以大家猜一下，我们这一集请到了哪个来宾？有人要猜吗？有没有人要猜？OK， 我们直接欢迎韩国的金针菇。这是哪里？这是哪里？大家好，我是韩国的金针菇。哎、欸，你真的是刚从家里走出来的感觉，没错没错，有没有？我真的很少出现这个素颜在 YouTube 上面。天哪、啊，献给我们 L 了。所以其实你平常穿的都是蛮素宽松的感觉。对，我很喜欢宽松，就是舒服最重要。这一集改造就是想说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你，所以我们想说第一套就是给你穿的比较女人味的、哦、性感，然后有点带点酷、哦，性感。性感可以可以，那就立刻来，好好立刻来改造。我要脱衣服吗？不用不用，性感。开始下刀喽。所以你短发可以吗？你短发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要。你都是长发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因为我那个自然卷很严重，所以短发的话它会蓬起来。哇。今天头发的部分，我会把它做一些脸部的修饰，让他的脸看起来更小。今天会把他的五官加强的更立体，把他整个质感度会提升，会把你弄得很漂亮，好不好？谢谢。好哦，我们刚刚经过了一个半小时，发妆已经完成了，但是为了要神秘，先戴口罩。Yeah. 那我觉得这样还是很有巨星的。架势，韩国好像都戴口罩。机场入口，对。现在其实已经有点长得不像你原本的你了，真的吗？已经有对，有一些。我很期待。好，我们现在要进去帮他换上最厉害的衣服了，进去。耗时，我们刚刚已经花了大概一个半小时，有吗？不止吧，两个小时，有那么久、哦？很久，时间也太快了吧！把妆、服装全部换好，完成。大家期待吗？时尚到你六亲不认的金针菇，大家想看吗？OK， 我们现在就欢迎六亲不认的金针菇。太早穿高跟鞋，有女明星就是要跌倒完，然后又继续往前走。没错，因为我们就是要给观众看一个没有看过的金针菇，所以就是比较高冷、性感。那我不笑。对对，你现在不能笑，你现在就是要六亲不认。你现在要六亲不认，时尚就是不能笑，大家记住了吗？而且你现在完全就是可以拍那个 Hen House 上流、上流，说不定韩国最红的韩剧，对不对？讲一句韩文。对，讲一句那个霸气的，可以吗？可以可以啊，那这个好了，노래가겠어，노래가겠어。好，我们一起讲，一二三，노래가겠어。是什么意思啊？对，我要拥有你，我要拥有你，我要拥有你。我们等一下还要帮你拍一个时尚大片，真的吗？在 shooting， 对，好期待哦。其实今年就是还蛮流行穿那种 oversize 的西装，肩线也是做有一点就是小垫肩的感觉，然后再配上就是性感的网袜。其实金针菇的腿很美，而且她身形很漂亮。对，你应该要常常露腿的，因为台湾很多蚊子，台湾很多蚊子，所以只要穿短裤都会被叮。但是你腿很美，你以后可以常露哎、啊。我觉得要哎、欸，还是因为腿太美就不想露。你怕太多人追，对不对？台湾应该很多男生追你吧，对不对？有没有？好 ，OK， 我们现在第二套也完成了。完成。第二套金针菇是怎么样的金针菇？伊布达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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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欢迎伊布达的金针菇。这一套就是比较。梦幻甜美的女人味，然后是给她穿那个川久保玲的，川久保玲有很多这种蕾丝啊、层次，还有她最有名的爱心鞋也很可爱。头发就是做的比较精灵感，卷度啊，
也是今年比较复古的感觉。再来就是头发上面做了两个发饰，是很 bling bling 的。韩国也超红这种发夹，这个光泽会让整个质感都在抬起来。上面也配一个跟那个发夹一样，就是有珍珠的感觉，喜欢吗？我刚第一套不准他笑，他很痛苦。这一套你就可以一直笑了，对，这一套比较可爱吧。耶，终于可以笑了。讲一下今天整个被我们改造的感觉好了。首先呢，两个穿搭都是那种比较黑暗的感觉，但是有不一样的魅力，就是第一个是有点像 OL 的那种女强人的感觉，但是这个是比较可爱的风格，我觉得蛮好玩的，所以今天非常的感谢两位老师帮我改造。对，开心开心。我觉得因为他有一个很开放的心，他真的是让我们给他穿什么他都接受。你真的要去勇敢尝试不同风格，你可以才可以找到自己不一样的美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今天谢谢金针菇了，谢谢老师。Makeover 改造计划，下回见。试一下，就是那个韩剧里面会讲的话。反正不是我的频道。说，杨先杰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小子这样，这小子，这小子可以吗？这小子可以吗？还好，可以啊。